港岛英皇道和天后庙道相邻一带，已有一定攞龄的单栋物业居多，但交通方便和生活便利，而且单位多见实用。当中侨兴大厦、红安大厦和天后庙道42至60号三项物业更被纳入小学12校网之中，作为核心地段住宅加上名校网的叫座力，吸引市区住宅的捧场客。侨兴大厦和港铁天后站只是一街之隔，过条马路就到，而且英皇道还有巴士和电车可供选择，想去哪里都相当方便。侨兴大厦提供约362个单位，实用面积由约400尺至1100多平方尺，户型由一房至四房，无论尺码或者间隔都多元化。红安大厦位于英皇道和天后庙道交汇处，同样是在港铁天后站对面，但规模不及侨兴大厦，只提供约78个单位，实用面积由200多尺至1000多平方尺。如果担心主干道物业环境太繁忙，可以考虑天后庙道42至60号。物业位处后街，比起英皇道清幽不少，但信步可达，旺中取胜。物业楼高五层，提供约58个单位，实用面积由800多尺至1200多平方尺。